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挥动那把武器，退后，特战队员，我很快就会解决掉这些家伙。 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 该收场了，销售模式。 和盛方单城区出现的构装物是同一类型。哦，这没什么。你还能走动吗？让我的重装小兔玲玲119扶你一下。对了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。天命所属，对崩坏第二小队代理队长 Bronya Zajcek， 能记住 Bronya 就行。我们。 第二小队来援助你们了。我并不是英雄，不过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 Bronya。如你所知，天命共有4支对崩坏特殊部队，二队队长你可能有所耳闻。不过现在他需要去执行另一项任务，短时间内无法到场，所以由我暂为代理。直白点说，就是赶鸭子上架。 话虽如此，该完成的工作我都会完成，可能做事的风格会和牙医队长有些不同，这一点提前跟你说明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德丽莎主教心急火燎地把我叫回来，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资料。你是？ 你就是那个圣弗雷亚学院唯一的男生。以前偶然听到过你的传闻，很有个性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起名字的天赋。第二小队也有一个名字很特殊的孩子。这可能是我最近听过的最让人震惊的事情。那么，从现在起，你和我一起行动。 别急，你刚刚醒来，会感到混乱是正常的。你的记忆恐怕还停留在几小时前吧。我会把那之后的事一一告诉你。先说最重要的吧，牙医队长和卡鲁尔队员，他们都平安无事。看来你放心了。那我们差不多也该走了。盛方丹。 只不过和你们之前调查过的城区属于不同的区域，这些之后再跟你解释吧。现在只需要知道这里也是盛方丹的一部分就行了。我们得赶紧移动。
这里地势太低，也太空旷，你也不想再被刚刚那些怪物袭击吧？嗯，你很理智，你还能走路，已经算是幸运了。看你的脸，状态应该很不好吧？青石纹路都爬上眼角了。要是情况再恶化，你的身体结构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。为了你好，暂时别用那把武器了。我也不希望自己的救援到头来一场空。走吧，首先我们得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治疗一下你的伤势。